无论院里一群快乐的和尚，每天无忧无虑的练功。好。当年我们小姐和面壁殉情自杀，而你从中作梗。大家都知道，达摩的另一个绝学洗髓经是烙在少林掌门人的右手背上，而面壁曾是我们少林掌门人的传人。 你要多一点，你要多一点的。啊！哎，兔子尿来啦！快点走！终于，他们合力消灭了天魔。 暗器是武学上另一门高深的绝学，伤人于无形，不可以不防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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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天高的最高境界为凝聚真气，发之于剑尖，伤人于无形，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剑气。
臭小子。混账东西，好的不学，专学些乱七八糟的奇门歪道。你跟这钟楼有仇是不是？我今天要不打死你，我就对不起那个猪。你忍心吗？老在我的身上，痛在你的心里。师父，我打师父。我都知道是不是老子谁的父亲。你看你把师父惹得多伤心呢、啊、我看师父快睡觉了。我看师父是踢裆了。踢裆？哎呀，师傅、你可以长啊、拜托告诉我这星六合彩是几号啊，拜托。哎呦，我不是可以长，我是牙疼、师傅不痛的。师傅长痛不如短痛，来我来帮你啊。师傅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我这就是嗝屁了。哦、师傅一下子就问了。完了就是叫辫子了。师傅那你一下子就挂了啊。我师傅坚强忍耐，做个真正的男子汉。预备，一二三。你这牙给我怎么拔的？师傅、不关我的事，狗嘴吐不出象牙吧、这样行不行啊？特殊时期用特殊行动，我不会告密的。去。刺客！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啊！掉了，掉了！谁打的？师傅，是我。想不到啊！是他，是他。包狗子，我痛一颗牙，你打了我一嘴牙、快点，不要偷懒了。哎，大少爷休息一下吧。好吧，两分钟。哎，谢谢谢谢。每天要背着你担水，这是师父给我最大的处罚。喂，因为我喜欢屁股都麻，揉一揉。你想啊。我去告诉师傅你偷懒呢。好。揉一揉。你放屁！不要停，再停我就告诉师傅，继续麻。你是巫婆吗？不是。你是女超人吗？不是。
你的工人们，那怎么会被我的屁虫天色臭下来呢？仙女吗？嫦娥吗？大哥，帮个忙吧。我是上去拿风筝的。啊。好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姑娘，等一等。怎么样啊？他只说了一个字。哎呀，那一定是不了。哎，那就是好了。不是不，不是好，那是什么？呸！我生得这么英俊潇洒，竟然看不上我。我要是他看到你这身肥肉就饱了。肥猪，所谓强力减肥班，自然是有不可抗拒的外力，会迫使你拼命运动减肥的。跟我比赛，胜过我的话，你就可以玩我。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绝不戏言呢。不要气馁，虽然你这次没有赢，我相信下一个回合你一定不会输的。我还有机会吗？请。跟我比赛，你要是输了，我就玩你。开玩笑吧，绝不写。开始。救命啊！还好是做梦。为什么不睡觉啊？我想妈妈。发神经啊，半夜三更想什么妈妈？为什么隔壁可蛋的妈妈每天都说护士给她疼，我都没有。那师兄不是也常常说护士给你听吗？你又不是妈妈，我想妈妈。那我也没办法，当初你妈妈送你来的时候就说不能来看你啊，让你专心在这好好修行。那我可不可以去看他呀？我记得明天是他的生日哎。不行啊，如果被师父知道就糟糕了。只要多看一眼就好了嘛，拜托了，好不好啦？哎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慢一点啊。小薇你回来啦。哎，慢一点。我回来了。哎，慢一点啊。哎。妈妈，小文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不是你不乖，他们不要你了？不是，我好想你，想回来看你。你是偷偷跑回来的？我记得今天是妈妈的生日。快回去吧，
如果被大师傅发现你是偷跑出来的话，那你就完了。妈，你走啊。可是我想留在妈妈的身边。我问你，寺里面那些师兄弟有没有一想起妈妈就偷偷跑回家的？你已经皈依佛门了，要做个伟大的和尚，把世俗的事情全都忘掉。你应该把妈妈也忘掉，走啊。妈，你走啊。在寺里佛祖一定会保佑你的。我以后再也不会想妈妈了，再也不回家了，我讨厌妈妈。哎，小文，小文啊，我们玩水好不好啊？哎，我们骑马打仗好不好啊？我坐马啊，来。要不要我怎么留你啊？小文，阳刚气太弱，一点母性的温柔都没有，阴气不足，难怪小温要生病。哎，我有办法。哎，普通官，普通，普通啊，普通，怎么奇怪我会那么痛啊？因为针扎到你啊！啊！普通，不要打针，我不要打针，我不要！小文，快快，一点都不痛，下来打针，不用怕吧？不打针不会痛吗？小乖乖啊，下来吧，下来。小文呐、啊，给你找个老妈陪你好不好啊？哎，小文好乖啊！哎，吃不吃奶啊？啊，吃奶。出去，出去！我不要。哎，走走走，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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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去出去，走了，快。小文啊，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做啊？啊，你三天三夜不吃不喝，师父好担心你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小文？姐姐，不好意思，风筝又飞进来了。我帮你去拿风筝，让开，让开了。小文，不好意思、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先不要走，乖。不要走，姐姐
不要走，姐姐。不要走，姐姐不要走。不对，妹妹不要走。哎，也不对，不对，听我的。哎呀，哈尼普利斯都。一个礼拜要有两天休假，除了陪小文之外，我什么都不做。我的衣服要有人洗，饭要有人烧，我不吃素，餐餐要有鱼有肉。师傅，没关系，他吃他的，我们吃我们的嘛。哎，是是，好吧。酬劳要月薪30000，每天工作6小时，超过时间以加班论，每个小时3000块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我这个奶妈不喂奶。当然，罪过。如果这些条件你们都同意的话，我考虑先做一个月试试看。师傅，我要姐姐。好吧，为了小文，我答应你。耶！耶！喂！简单，小龙，走。好厉害！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看我的！你们可曾知道吗？大哥，休息休息，假装你手提具。放心吧，不会再用我的小提具去喂螃蟹了。狗屁公公，尿尿尿尿，你不像我的三尿。被你打败了。今晚睡不着，想找你聊聊天。从你来了之后啊，整个寺里面充满了春天，充满了阳光。
你三更半夜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啊？不是，我阿珍小姐啊，失主来了，躲起来，躲哪儿呢？哟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谢谢。小姐，什么事啊？我是特地来谢谢你，这些日子你带给我跟小文很多快乐。对不起，臭死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的脚怎么这么脏啊？哎呦！跟你们一样睡不着喽。这么黑还看书，不怕得近视眼吗？师叔，我哪里走？我昨天晚上帮他画的还没画完，我现在把它画完啊。师傅画好了，咖啡吗？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师傅要不要头上画一个啊？想不到我们这么大个寺庙竟然被个小丫头给耍了。洗髓经是本寺的传世之宝，你们此去一路艰险，要处处小心啊。师父放心，这次我们下山一定把洗髓经找回来。这一次你们下山为师没什么好送的，我送你们几件波子味的宝物。第一件，蓝波用的蓝波刀。第二件，超光波望远镜。第三件，波罗蜜心经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件。什么？嘿嘿，波密国太君。师父你们保重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又没有下雨，撑什么伞啊？不用背，不用戴个帽子还不够啊？
师傅给我三个宝贝才当了100块，你占为己有，拿回来。怎么证明是你的？红色跟白色。放下，先吃地瓜。谢谢。好吃，真的好吃。看你们这副衰样，有如龙困浅滩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抓我！说放就放啊！臭啊！臭啊！我想请问天毛古堡哪去啊？哦，天毛古堡。啊，没听过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去问问。啊，谢谢啊。警察叔叔，你干嘛打我？我是在投石问路嘛，请问你天魔古堡在哪里？师父，警察你也敢打？哪里找天魔古堡呢？我们今天真的要在这里过夜吗？有什么办法？师傅不给钱，又没有庙可以挂单，只有这样子了。我现在要回家了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到我家睡，我那里有很多地瓜吃。啊、我就说几人自有天相啊！快快快，责任之路！快啊，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！我们又不认识他，跟他回家会不会有危险呀？是啊，待会儿呢，我们先进去，你在外面把风，听到三声狗叫你就进来救我们啊！为什么是我？废话，谁让你先提出来的 ？Oh my god！ 哎呦，快走！走了走了。这一间啊，是附近最有名的地瓜大王，我就在这儿。哎，哇！你是这里的工友啊，我们来这里被人知道了，会不会被你老板炒鱿鱼啊？我就是老板。笑。嗯。哎，这个人很面熟哎，美国总统克林顿啊。我知道，我是说他。他。我。走啊。这里一共有3层楼，什么地瓜都有，蒸的、煮的、炸的、酸的、甜的、苦的、辣的，想怎么吃都有，好多人都来吃啊。李登辉啊，最爱吃这里的地瓜，每一次来都吃十几碗，我都来不及煮。每一次啊，我都跟他说：“李登辉啊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”哎呀，真没想到你跟这么多大人物照相啊，哎，太看不起你了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他也是来这里吃地瓜的，他，他不吃地瓜，他喜欢听我讲故事。讲故事？对啊，他最喜欢听我的故事，尤其是我妈妈的那一句话：人生就像吃地瓜一样，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放屁。好不好吃啊？我这一辈子最怀念的女人就是我妈了。小时候家里很穷，妈妈每天就熬地瓜汤给我喝。妈妈要我在喝之前说：“地瓜，地瓜，哎呦，地瓜，地瓜，哎呦。”去去到别地方吧。小鬼，跑到这里来放屁，客人都给你臭跑了，不要走。他妈的，小兔崽子还真能跑。为了
不让我受到别人欺负。妈妈送我到镇里老大玛莎家里上班。妈妈常说，跑要跑得有尊严。嘿，上帝给我一双会跑的腿，不是用来逃命的。在玛莎家就算做个跑腿的也好，至少以后再也没人敢追着我打了。阿甘的妈，我知道你儿子阿甘很会跑，但是很会跑不一定代表就能够加入黑社会。加入黑社会智商一定要在150以上。你儿子他连70都不到，我建议你不要他来加入黑社会，应该送他去龙发堂。你一定会让他进来的，一定有办法可以想的。玛莎叔叔已经答应要收留你了，记住妈妈说过的话，人生充满了希望，就看你有没有真的尽力。老板，这不给我呢。是天堂吗？这间房单衣不错，给我多订20件。阿甘，老板。老大死了，树倒猢狲散，大家把遗产分一分就散了，我就分到这间地瓜大娃。哎，你是说他在这里听你说这个故事？对呀，哎，听我说完了，还跟前跟后，烦死了，还跟我说什么要揣摩我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他回美国拍成电影，还拿了奥斯卡金像奖？哇哦！拜托，听不下去了啦，睡觉。哎，对啊，是很晚了。哎，几点了？哎，我问你几点了？哎，不用说，我知道半夜3点。哎呦，晚安晚安。晚，快点睡吧，大家挤一挤啊。明天早上起床，我带你们去找一个人，他可能知道你们要找的天魔古堡在哪里。哎，这里这里。啊，是吗？请问陈博士在吗？找他有事吗？我跟他约好了。
请跟我来。陈博士的秘书都像你这么年轻漂亮吗？我就是陈博士。长得怎么样啊？好啊。不要说话，请你们尽量用点心。尽量用点心。吃地瓜。我也要吃地瓜。吃啊吃啊。我也要吃。不要吃东西啊。你不是让我们尽量用点心吗？我是叫你们尽量用点心去冥想，不是叫你们吃点心。哦，哎，拿回来，拿收起来，拿来，拿。我忙完以后，报上名来。是小龙。是小龙，是你本人吗？是小龙，不是日本人，是中国人。啊啊算了算了，跳过跳过。你们要问什么？天魔古堡在哪里呀？水晶球啊，水晶球，告诉我天魔古堡在哪里？水晶球啊，水晶球，告诉我天魔古堡在哪里？你肯定陈博士说的就是这个树林吗？没错，陈博士说，只要穿过这个树林，再翻过两座高山，越过一个沙漠，经过大西洋，再越过太平洋，就到了。啊，这么远啊！就到了美国了。神经啊！他说天魔古堡就在这个树林的尽头，就在73号公车站旁边，很方便的。我喜欢这个环境。刚才陈博士说这里有鸟魔保护古堡，是不是真的？鸟魔，鸟魔，不要提鸟魔。陈博士说千万不要提鸟魔，鸟魔的耳朵好灵的，鸟魔一听到鸟魔两个字，鸟魔就会带着很多鸟魔一起出来，那就死定了。不要提鸟魔，鸟魔，鸟魔。知道知道。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用了焦头牌爱护后？什么焦头牌爱护后？怎么一身鸟味？真有鸟的味道啊，好像从前面飘过来的。哇！小龙去，为什么又是我？哎，换一点新鲜的行不行啊？除了这一句，你就不会讲点别的吗？哼，笨呐！去去啊！快去！
这么久啊？我都快睡着了。嗯，好了，走了。嘿嘿，你辛苦了，原来你功夫这么棒啊！哎，不如我拜你为师，我会跑，你会飞啊！哎，学会了就天下无敌嘞。天都黑了，怎么还没到？累死人了，我看在这里过夜算了。你想随一百匹打野狼当宵夜啊？哎，你们看，前面好像有灯光啊，阴森森的，看起来好恐怖，好像有鬼哎。没错，我们还要留一个人在这里把风。小龙，为什么又是我？我跟新闻把风不一样啊。哎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你就在这里把风吧，活该，辛苦了，再见啊。送给你把风的，嘿嘿。我怎么讲这笨话嘞？这门还是自动的。啊，对啊。但是没有人啊。有人在家吗？哎，妈，叫你们隐身干什么？骗人啊！五郎弟，该有人在家吗？哎，你保你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念咒语。啊，别哄。这是英文。哎，你保你好，笨蛋。说你呢？又关我什么事啊？那你。干什么？走开了！去看一下，为什么又是我？赞成的举手。去。去。去啊！没事，我只是壮壮胆。啊！怎么那么胖啊？怎么胖那么多啊？那鼻毛都冒出来了。该修修鼻毛啦。哼，神经！怎么那么多豆子啊？哈喽，欢迎光临。我觉得这家酒店怪怪的。哎，对，今天晚上不能通通睡觉，要留一个把风的。问题是谁把风呢？啊，投票啦，赞成我的决战。哎，我就这样。有鬼！有鬼！有鬼！
不好意思啊，防空演习，我是看你们会不会睡得太熟啊。哎，结果表现不错，蛮机灵的，效果很好。哎，你们继续睡啊。睡你妈个头啊！傻瓜呀，傻瓜！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呦！晚安啦。好，没事啊。闷不闷呢？好闷呐、啊，好。那我们巡逻好。整晚的别想睡了啊！那谁去把风呢？你？为什么？因为。Thank you.
我骂你爸的哄，哎，你爸的哄，去啊！我和你吻别，哦。
桶吧。阿甘被抓走了，完了，什么都完了，什么都完了。你怎么不去救他呢？有啊，我救不了，只救个皮箱回来啊。早说嘛，皮箱在就好，皮箱在就好。赶快看看里面有没有地瓜呀。有地瓜就好了，一路上就不会挨饿了。来，没事。一路上不会挨饿了。那阿甘怎么办呢？是谁家烧个人吃的瓜，吃一回呢？我们现在啊，已经进入高山族的区域，这里的人呢，善于骑马射箭、攀岩走壁，更厉害的是他们可以趴在地上听到十里外的声音呢。那不是古代的顺风耳吗？嗯，我听见叮铃棒操扑一操动。哎，你们看，是不是？没骗你们吧？我听听看。请问一下。你有没有看到有两个穿白袍的呢？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的骷髅了，压着一个白痴的笨蛋，骑着白马在十里外向北方奔驰的了。哇，厉害啊！你不但听得到声音呢、连穿什么衣服你都听得出来啊，还听得出骑什么颜色的马，佩服佩服佩服！十分钟前刚从我身上踩过去的呢。我呸！剪掉什么水果？我听人家说的。我顶呆，不来低头磕蛋嘛。哎，至少知道阿甘刚刚经过这里啊。找到了。
是不熟，是不是玩拼字游戏啊？哎呀，试一下就知道了嘛。郭学，会不会又危险啊？不会的，很好玩的。好玩，你自己不会去啊？啊，好，投票。我已经知道结果了，是我，对不对？傻瓜，脱裤子放屁，去！每次都是我，就没有一点创意。会悟空就这么倒霉啊？哈，哈！哎呀，好好的踩什么九死一生嘛！哎，看我的，哎，看着啊！有本事你去啊。
李小龙大将军埃及人面狮身，哎，好厉害啊！哎呀，这个厉害啊！这个是万年僵尸，这张符呢是镇住他的。这张符啊，如果贴住他呢，他就不能动；如果撕掉了，他就会咬人的，是不是啊？还是把它贴上啊！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给我看这个符，我认识。啊，这个符你认识，你会念啊？好，给你玩，哎，给你玩，给你试试看。马鸡，不对，这是熟练。胡说八道！你才胡说八道呢！哎，好了好了，拿给我。哎，我来看看啊，这个字应该怎么读呢？啊，卡哭？不会吧？这三个字怎么念卡哭呢？也不对啊！小姑娘，你先慢点。听着，无忌，哎呀，好了，走了，都是你的，念什么符啊？哼，是你了。你念书你不念书，字也念不到几个，害得我们被僵尸叉叉叉叉，老命差点被叉掉。妈妈咪呀、啊！有一只僵尸啊！是黄皮猴。
把你踢上天。真棒哎！哎呀，聪明聪明，厉害厉害啊！啊，宋启儿，不会吧？他是黄飞鸿的师傅。哦。嗯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次又要麻烦你了。等一下，让我来。啊。该你了吧。
龙啊！大帅哥，你还真有一套啊！大金翅膀，走开！阿珍，我叫永远之君，看来今天一定要赢个两冠。许时间还给我们，我们就算了。一年前你们杀了我姐姐，今天刚好是他的忌日，我要拿你们的人头来祭他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阿珍，邪不胜正，回头是岸。邪不胜正，我已经变成你们正派的洗髓精，我看你们今天谁能胜得了我。啊，只有用这本《般若波罗蜜心经》啊！干水一定要用男子汉的血跟童子尿，才能发挥最高的功力啊！你要用我的，谁用你的好不好？不太好吧？我不是男子汉，我是个标准的卑鄙小人，用你的。站住了！你干嘛打我？我更卑鄙，血咬了。哈哈哈哈you
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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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回来了。啊，你们一路辛苦了。托尔盖斯不能完成任务。洗髓精已经随着女魔一同葬于古墓之中啊。我们愿意接受处罚。嗯，洗髓精早就记在我脑中，只要再写一遍，不就有了吗？啊！我靠！怎么不早说啊，师傅？我们可是九死一生啊！哦，你们是九死一生，我们是偷得浮生半日闲，赌了半个月的假。我靠！哎，鸡头！哎，我们不让你们出去闯闯，哪有这么好日子过呀？这半个月啊，是我们最狭义的日子啊！啊，原来师傅嫌我们烦，把我们骗出去，他们好偷闲。还好我没有带着礼物回来，本来我觉得不好意思，现在有点说吧。师傅，我们帮你收了一个新徒弟。地杂干拜见师傅。你有什么特殊才艺啊？一般的贩夫走卒我们不收啊。嗯。过去表演一下，没关系啊，不好了，他去了。哎，师傅，我教你们地挂气功。哦，地挂气功补肾哦。吸气，吸气，吸我的吐气，再深深的吸气。师傅，是不是很臭啊？小子，让我滚，屁我打死他呀！师叔，我告诉你，他最大的本事不是放屁，是跑得快，你追不上他。